这个视频真的好啊，魔仔。可以啊。其实掌柜，我真的可以建议他们用这套啊。看起来比较亮，因为它本来就是太阳那个很冷冽嘛，它那个画面嘛，看起来那个沙漠，你看是啊那个，所以在户外放这个片子挺好的。嗯，它其实也类似于模拟那些租赁厂嘛，就是上面。